各位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楠，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如意。请您和优酷的网友推荐一下自己的春晚作品。今年的春晚作品是我跟谭维维一起合作，是一个二重唱的，那么还有两位钢琴大师一起跟我们完成了一个专门为这次春晚创作的一首歌曲，很精彩。用一句话总结您的2022，今年最开心的收获是什么？当然是身体还健康。我想一个人的健康是人生最大的收获。您参加历届辽宁春晚，您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什么？您还有印象吗？我觉得每年的春晚都印象深刻，因为毕竟是回到家乡，为大家为家乡的朋友们演唱，所以年年都是最深刻的一年。